怎么样？说话，亚布拉，怎么治？吃什么药？去哪里买？你们倒是说呀！毒入心脉，再救很难。很难，就是还有救什么？君王的毒已四散到躯体各处，除非出现奇迹。骗子，昨天晚上还跟我说有好转，还有你们这么妙手回春，阎王愁连个毒也解不了。我带着你，就算去天涯海角，也要把毒给戒了。这是什么意思？我告诉你，是想让你有个准备，你千万不要和任何人说。吃了这么多药，要是没有什么效果，应该是病入膏肓。不会，主子，咱们还没有去过。太府的人说可以调养好，我自己的身体我自己清楚。我是想告诉你，如果我用了三长两短，一定要把担子扛起和小倾城倾城，替我照顾好了。你别说，你不会有事的。我现在就去找太医。
郡王轰了。哎呀，这郡王是好人，郡王怎么说没就没了？就是这样，怎么会啊？郡王轰了，是吗？不久，郡王李清流因中毒不治逝世。才女龙傲一派曹帮帮主献上漕运密道图后，不知所踪。